个是什么？来做一个帅气的 pose， 有个新发型，来个帅气的 pose。你是 monkey 吗？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小罗西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哪儿呢？去我的理发的地方呢，跟我去走吧。Let's go。大家好，我现在要化妆了，你看我真化妆了吧？开始化妆了，这个是。你是谁呢？你的名字叫什么？陈乐恒。要用这个吗？我帮你点。不用。没有头发了啦，头发了怎么办？来个帅气的表情。把他刷头刷到头的呀，好香啊，原来是草莓味的，哎呀我学起来的，是吗？好香啊。我要剪头发。你头发怎么剪啦？光头不可以剪头发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剪头发？好吧，你胡须吧。好吧，帮我剃胡须吧。你要帮我剃到帅气帅气的哟。
你要怎么样的？要笑死你！要笑死你！啊 ，OK， 好。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有没有很帅气呢？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这理发师专心一点可以吗？